记者邱巧珍台北报道，这几年因韩星带动各种鲜艳纯色的潮流，让大红色、桃红、橘色等鲜亮色系蔚蔚流行。有别于大明大放的色彩 ，Addiction 彩妆总监 Aiko 在2018年春季彩妆中设计了两款十分摩登复古的限定色系，分别命名为紫禁城及疑心病。紫禁城为带点砖橘红的色调，是 Aiko 从中国紫禁城的砖墙所获得的色彩灵感。另一款疑心病为巧克力棕色调，这两款经典而复古的橘棕色调，低调而优雅，仿佛让人坐上时光机，重回到80年代美剧中女主角在双颊刷上大片棕色修容，健康又性感的妆容。Aiko 将这两款复古色调套用在假彩商品，其中 Addiction 自然修容假彩膏是一款可以是假彩，也能当作唇膏，或是涂抹于双眸当眼影的自然修容假彩膏，轻轻一抹，赋予肌肤自然的红润光泽。Addiction 肌嫩粉颜假彩蜜则是液态的假彩，易于重复涂抹以及好晕开的特性，可随心所欲掌握欲呈现的妆感。80年代十分流行的橘棕色调彩妆被运用在大片修容及唇彩，翻摄自布鲁克雪德斯 IG Addiction 自然修容假彩膏及嫩粉颜假彩蜜限定色，皆为850元。记者邱巧真社。橘色调彩妆营造阳光健康的形象，翻摄自布鲁克雪德斯 IG